Hello， 各位 GQ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Other Hair Salon 的发型师 Kai， 要来教大家如何打造出一个空气感长发的一个 look。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一样用蓬蓬水或者是海盐的东西去做一个打底的动作，让头发呈现一个比较松感的一个质地。喷洒蓬蓬水的时候，我们要一层一层的喷，喷在发根的地方，每一层喷个1到2下就可以了。然后在喷完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吹风机稍微逆吹。第三个步骤，我们可以使用像可以让发根蓬松的一些喷雾，然后去做一个蓬松的效果，稍微一层一层，然后喷在发根差不多距离0.5公分的位置。喷完之后，我们可以将双手伸到头发里，稍微 Z 字形去将头发拨松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使用像一样是可以蓬松的效果的，像蓬蓬粉之类的产品，轻洒在发根到发中的地方，然后表面的地方也要稍微喷洒一点保养油，在手上均匀的涂抹在发中到发尾的地方。最后呢，我们可以使用定型液，稍微在头发尤其刘海的地方用手指头撑起来，定型液喷洒到头发里，这样子的一个都会型男的一个风格就完成了。像我们在打造的时候，一定要让头发是松的，然后层次感也要非常的多。那其实我也蛮建议，就是可以烫一点弹性，让头发的卷度，然后还有你的视觉感会看起来更年轻。